就吃这个虾了，阿根廷红虾，这个是之前的那一管已经吃完了。平常是很喜欢吃芥末，然后属于那种，而且喜欢吃很辣很辣的那种芥末，必须得上头的那种芥末。这一口肯定很辣。这个基本上每个都带膏的。这是啥头的？有的时候觉得虾头很好吃，有的时候觉得虾头有点腥。超肥，这个虾。
墙头，你咋给我烤了的空心无油的人家的大墙头上，烤的油汪汪的。人家大墙头活动还在继续啊，拍一减三，然后拍的越多减的越多。还老样子，给大家搅开看一下吧，随便剪个口，有点烫，那超干净。